这是中式八球界你目前看到的最强开球，没有之一。郑宇波的开球威力之大，就像迫击炮，一杆下去，感觉台面上的球都要被打碎了。据很多和郑宇波打过球的人说，郑宇波一个开球就练了3年，可见开球这项技术在中班领域中是多么的重要。如果有好的开球，那么这个比赛差不多就赢了一半。但是有时候开球确实也需要点小运气。现在郑宇波已经拿到了赛点，我们看一下中八届的扛把子如何清台。郑宇波在中八届的地位就相当于奥沙利文在斯诺克界的地位，可以说是神一样的存在。郑宇波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种度，所以大家都把他称之为种神。场外的粉丝非常多，都举着手机在拍照。目前我觉得在中巴领域中能和郑宇波有一拼的只有楚平杰，不知道大家还认为有谁。这杆绿球角度稍微有点大，好球。看郑宇波打球真的是非常的轻松，对手直接认输了。今天比赛就到这，谢谢大家。